家好，这里是磁场吸引力。今天为大家介绍好文《孤灯下的思维》，是摘自《莲生活佛》第273本书的其中第158册。会不会觉得这个介绍好像很长？啊，原来我们莲生活佛他是法王作家，他写了有273本书，这个书叠起来有人的身高，比人的身高还高的等身作家啊，这个书是比人的身高还高的。那这本书叫这个孤灯下的思维，其中一篇文章叫做采买的经历。那你有没有为公家机关买过东西呢？这当中又有什么诱惑力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文章是这样子的，那莲生活佛记起他以前在军队的时候担任了测量官，那一次呢担任了采买。所谓采买呢，就是采购啊，采购这个军队的他们那个连的早餐、午餐、晚餐食材，买了之后再给厨师那个煮菜用的。那担任采买的一大早就要去菜市场了，那开车的司机是士官，两个人就约好去这个菜市场买菜。因为太早出门了，所以一大早这个带了五六个篮子就往菜市场出发，然后呢直接在菜市场的一家豆浆店吃饭吃早餐。这个士官司机呢都非常的自然，哇，点了两个蛋、烧饼、油条，点了一大堆的菜。我们的莲生活佛卢师尊他就比较高义，比较老实了，他就觉得说不要用公家的菜的钱那么多，于是他就点了什么，点了这个清江这个很清的豆浆吧，然后油条，简简单单的。结果没想到上菜的时候，一桌满满的一桌，非常的丰盛。那我们的师尊莲生活佛觉得说，哇，那既然菜都来了，也准备就是要付钱，结果老板说不用钱，不用付账这个事情让我们那个年轻的那个卢师尊测量官啊非常的惊讶，怎么吃了又不用付账呢？倒是那个士官长司机呢，士官司机把我们师尊拿过来旁边说，哎呀，小老弟你别老土了，那你这个这个其实有隔壁的那个杂货店会帮你付钱，你不要老土了，你只要照这样子做，自然而然的你一个礼拜你就有西装可以穿。我们卢师尊说，哈，这个是贿赂。那我们师尊呢最后他说，他还是决定不接受捐赠，该花的要花，账目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于是我们莲生活佛在他当时的记录，他的这个文章上，他写到，在我采买的时候，我坚持不接受捐赠，我还是执着账册上的那个数目能够非常的清楚。我不是固执，而是我知道，只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清白的人也会这个败坏、腐朽跟消失。这样的事情久而久之一定会被受到污染，而成为自然而然的习性。我当采买的时候已经开始走修行的路了，就算是小的过失也不可以忽略。我的有这个自己辨识的能力跟判断力，我该得的会得该拿的会拿，其他我不贪求，就不屑去拿。这个就是我们卢师尊写的这篇文章，虽然很短，可是呢引发人的深思。当你面对利益的时候，公家机关的费用，对不对？你会想说，那要帮公家省钱这个事情本来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可是别的人如果影响到你用比较这个诱惑的方法来影响到你，你会跟着他的影响去走吗？所以呢有些事情大家去做不对的事情，你要跟着盲从吗？所以我记得韩国有一部电影叫做与神同在，如果电影的名字没记错，将来还是会有因果的审判。
在一个公司啊，行号，在一个职场，我们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这个事情可以侥幸，这个可以帮助自己，这个得到额外的利益。如果有一天你被公司查到了，查账查到了，损失的是谁？不单是你的名誉啊，离职了之后再到下一个公司，那个案底还在，那你将来又何去何从？真的是无语问苍天啊！我记得我们师尊呢，曾经在这个一个国家，然后为这个这个去一个国家去旅游，那个国家的高官对我们师尊非常的客气，然后也招待师尊，他也知道我们师尊连生活佛的神算非常的厉害，所以呢，请我们师尊神算，结果我们师尊神算的结果，觉得说哇，这个事情啊会非常的严重啊，告诉这位高官将来尽快离开。这个高官因为相信我们师尊的神算，最后不得不离开了。离开之后，那个国家才发现怎么样？哇，这个减速贪污，这个高官逃过了一劫。不过逃过了一劫，还是要面对良心的这个谴责，还是要面对良心的，因为呢，这个自己拿了不该拿的，将来还是会面对因果。虽然我们师尊的神算是非常厉害，帮人家避祸、消灾避祸，逃过了一劫，可是呢，人还是总是要面对自己良心的。所以呢，希望说有做错的，还是要尽量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然后呢，大家这个盲目做的事情要这个跟着人家去做吗？你知道这个喝酒会上瘾，抽烟会上瘾，犯错的事情会不会上瘾，对不对？那个台湾有一句话讲，细汉偷满补，大汉偷看骨，小的时候偷抓人家菜园的胡瓜，长大了就把人家整批牛都把人家拿走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习性，而且做错了事情还自然而然还带着人家去做，所以呢，这个上瘾这个东西，好的习性你上瘾，但是比如说读书的习惯、运动的习惯，那吃健康食物的习惯你可以上瘾，可是做坏事的事情你自然而然你上瘾的，会影响你的家人，影响你的公司，影响你的家庭圆满，这个是很划不来的。所以这篇文章《孤灯下的思维》、采买的经历，从这个小故事里面，你想到了你的人生要怎么走，你的思维判断要不要很清晰，你的心正直。所以呢，磁场吸引力，一个正直的人就有磁场吸引力，因为你的心放光，老天会照顾心放光的人，你说对吗？如果呢，你想看完整的我们的